大家好，我是海濱南岸二行的 Emily， 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个位于九龙河畔的大型住宅屋苑项目海一豪苑。海一豪苑屋苑内设有的士站和巴士站，步行大约十分钟可以到达港铁黄埔站，交通十分便利。海一豪苑分五期开发，由25座物业组成，total提供4735伙。今日介绍的单位位于项目五期的23A 座，是一个单边向南的两房单位，实用面积516尺，望维港烟花海景，事不宜迟，我带大家上去望咗先。